民众的小事就是县府的大事，民众的安全更是县府最关心的重点。县长李明珍前往草屯溪洲会勘，由于掏空塌陷区段为周边农田出境的要道，有安全疑虑。林县长随后指示，针对护岸掏空及路基损坏的情形，尽快发包设施改善补强，防止持续倒塌，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。位在草屯镇碧兴路旁的溪洲陂，是碧峰里和碧洲里数百甲重要灌溉水圳。因为年久失修，护岸基础被掏空，造成路面严重塌陷毁损。县长林明珍特别会同议员简俊廷、简志胜一同前往会勘，并指示水利工程科尽速修复。当地里民对林县长立即行动称赞不已。啊，用体恤咱这做菜的老百姓辛苦啊，我这。为着这条溪安全吼，啊，甲申请了，着申请了，随来甲阮参观，来说说甲阮看勘查吼。啊，馆长答应讲要甲阮改善，啊，非常感谢上水机关吼，才甲阮配合，才老百姓吼拢会记于心内吼。咱即摆这条农路吼，边啊，这条溪啊，啊，已经吼基础拢去互挑空去啊，啊，一挂土吧吼，拢已经去互流出去啊，啊，这个挡土墙的边啊，伊个拢挑空去啊！啊，如果也无紧来甲抢修吼，对基础下边基础个补起来吼，啊，水莫过冲入去吼，土莫过叫挂掉的吼，安尼吼才会安全。啊，即摆咱今日来看这个基础拢个挑空，拢要超四五米深落啊吼，啊，只也无紧来甲抢修吼，规个甲规个堤防拢个放了了吼，啊，所以咱迫切需要啊，啊，今日来会勘吼，啊，这经费啊，大概要开超将近130万吼。啊，虽然啊，县政府吼财政吼并无真好，但是吼农民的需要，保护咱堤防的安全，县政府吼肯买肯来做。议员简赤胜、简俊廷指出，该处护岸形成多处坑洞，影响农民以及农机作业安全。林县长兼地方人士陈情反映，立即拨空会勘，实在是勤政爱民的父母官。迄、那个溪周边吼有掏空这个情形吼，予咱这农民。吼、哦，直接出入感觉危险吼，农机嘛无落入来。吼、哦、啊，农民虽然因爱种做啥吼，真正辛苦吼、哦。啊，直接看到的情形就是掏空吼，真严重。暗时啊，人在遮钓鱼啊啥吼，有人会落落吼，啊，影响到因的安全。县长吼接受到这个咱这农民的这个真情吼，伊是一个行动的这个县长，振极力极，马上就率相关的这个。可是，这个主管吼来现场勘查，啊，马上现场交代讲，伫上短期间，爱甲这河岸这掏空、路基掏空吼，爱来甲伊吼抢修完成吼，维护咱的这个农民的这个财产吼，啊，甲通行的这个安全。林县长勘查之后，指示公务处水利工程科，针对护岸掏空以及路基损毁情形，尽速发包设计改善补强。防止持续塌陷，以免造成更大损害。